大马路上车来人往，看似没什么异状，没想到下一秒一辆直行机车突然撞上迎面而来的蓝色小货车，撞击力道之大，机车直接卡进货车车底，骑士重摔倒地，车内物品散落一地，现场凌乱不堪。而货车驾驶也吓得赶紧下车查看。来听段警方访问。五甲三路与中城路口发生交通事故情势，经了解，该事故系为机车骑士沿凤山区五甲三路37巷南往北行驶，续行中城路口时遭对向沿中城路北往南左转五甲三路东向之自小货车撞击，造成机车骑士四肢脸部擦挫伤，送阮仲和医院诊治后无生命危险。事发在上个月30号下午5点多，高雄凤山区一名73岁柯姓骑士行经中城路时，不慎跟对向小货车发生碰撞，骑士当场重摔倒地，身体四肢多处擦挫伤，好在送医后没有大碍。警方初判双方都没有酒驾，进一步事故原因仍待厘清。